塞瑟夫要位，受到老吴在今年球季在投篮上面稳定性的增加。我们今天 Singletary 直接再拆弹，再拆一颗。哇，虽然说是没有，我们看一下，要注意哦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勇士队的攻守转换。塞瑟夫运球过半场。哇哦！这个球其实有转身后射不之后，再给塞瑟夫弧顶一个高位的大好机会。球啊 ！Sure thing， 是。塞瑟夫照自己投了。哦！我的想笑，勇士队动作这样罚球线。哇哦！这一次单脚有点 Dirt Nowitzki， 又是一个低位的 post up， 有身高的征战各国的直篮多年啊，或是比赛是有一个优势的哦，就应该更靠近篮筐去挑战才对。哦，反而是做一个转身跳投，可能不是他的强项，所以Jordan在地方收球位置蛮尴尬。连长起到禁区，直接把球送到塞瑟夫手中，命中率高。第二节好几次出手不进，上来空档出来了，教练设定你在地上出手，还是要出手？没错，合理的。这场球开球数力道轻，还好还有塞瑟夫做支援回收。十分之内吗？十一分差，辛特利准备上场了。塞瑟夫